美好的一天，从每日灵粮开始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来读《生命记》的23章、24章。在这23章、24章有蛮多又在讲一些规矩，好，但是我今天比较被吸引的是21到23节。好，21到23节，21节讲到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神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，你口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好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好，我这边特别讲到的是许愿。好，许愿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，一个行动。好，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，许愿的时候是需要谨慎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必定要向神还愿。好，那我就想到说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经意的就跟神说，好，不经意的就跟神说。我们人常常会忘记，但是神都会记得。我记得在以前，好多年前，我曾经跟神提到说，啊，好羡慕那时候我在一个传统教会服事，我就说我好羡慕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同工，他是从商的，他一天到晚都可以坐飞机，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这样。我那时候我就记得，我不经意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好羡慕这样子哦。好，我好羡慕可以这样常常坐飞机这样。我这样讲完以后，后来开拓教会，神有一年我真的常常坐，甚至于一个星期曾经在一个星期坐了7趟飞机，好，包含转机这样，有时候一天要坐2趟到3趟这样子。哇，我就觉得说，那时候我就忽然在坐飞机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常常坐飞机的时候会有气流。好，很不舒服，而且我会晕机的。好，我会晕车晕机的人，真的是非常不舒服。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而且有时候遇到气流那真的好危险。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你要我的生活吗？然后我这样一讲完，很特别，我那时候脑中就浮现了多年前跟神这样简单的讲了一个期待，一个愿望。哇，原来神都知道。所以后来我就跟神转过来，赶快跟神赞美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好，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爱，他知道我的渴望，知道我要做。我就跟神说，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愿意。好，我不再为我为这些我所遇到的事情，我感谢你。我知道这是你为我精美的安排，你知道我需要，好，你知道我的渴望，主，我谢谢你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读到这个，我再次的想到，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口里所出的，我们嘴里所出的，就是我们口中应许甘心献上的，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奉主的名来帮助我们，我每次许愿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想什么，我们真的是把身边有笔记本写下来。好，有一个固定的笔记本写下来，偶尔在翻。我自己是这样，写完笔记本，往后的时候，我就再把前面还没有的腾过来。好，求神帮助我，让我们一直记得，或者像以前一样有一个祷告簿，好，常常记录你所祷告的事情，这样子也是很好的。求主来祝福你，阿门。